へえ。あんなパトカーみたいな消防車、消防車ではないか、あれなんだろうね。セブンイレブンを当時はあんな方向かいだ。新年よ、買い物ついちゃう瞬間ちょうど振り返しちゃう。イエス、走，内用可以吗？啊，大臭豆腐炒面线，嗯，还有炒的，对，内用。联手回归，就是为 Z 的合作的第六首歌曲《新专辑》的首发主打。谢谢你。梦中情人是位电台 DJ， 我用叫吗？不是我先，是啊，各位同学。想要说呢，这边刘永华是很棒的 CP 啊。即便说呢，我就暗恋楚池，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呢会吵起来。啊，对啊，这个节目也是我的铁粉啊，哈，谢谢你。刘永华说呢，梦中情人是位电台 DJ， 你们不用这样忙。啊，不是我是啊，啊是啊，他说每天上班都听他的广播。这一家的大奖真的好好吃，像我们做的歌神哈，我是这个创作才子，怎么都没有人写一些呢？我烧的只有35块，35元的大酒プリプリで最高。ここの臭豆腐も台北最好吃的臭豆腐。臭豆腐だけどそんなに臭くない。好，主动说呢，欧娜姐今天有没有点名到我？我好像没有听到，因为10:50左右才听哈。
Thank you.
我们现在没开车，等一下过来，风险大。你先买回去，还不？嘿，我需要回家。我也过来想逛街。另外一个电话快点让两个人。好啊。